这是相当浪费，要物尽其用，不可以浪费。改了这个坏习惯，胃病就会康复啊。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大地震动？”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主观何故大地震动？”尔时，要上观四方时，见下方界有二十亿众生从地涌出，见上方界二万五千亿众生同时而生。持诸年少见世事已，白佛言：“世尊，今出生者是何等人？”佛言：“汝等见此大众佛耶？”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言：“此众生出，唯汝徒伴。”问言：“世尊，此诸众生亦有死否？”佛告年少：“一切众生悉皆有死，此亦不免。”时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佛告年少：“汝等能起大精进否？”年少白佛言：“世尊，我等面见如来，耳闻如来说甘露法，见菩提萨多现大神力，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世尊，愿修精进，不能忍受生死流转。”尔时，要上菩提萨多及五百眷属以神通力永生虚空，生出狮子、猛虎、白象，现大神通，于高山顶结跏趺坐，满二万由旬，化作十千亿日月。时诸年少白佛言：“世尊，何故世间有此光明？”尔时，世尊告诸年少：“善男子，汝等见此日月否耶？”时诸年少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告年少：“此是菩提萨多自身光明现作日月，是于众生为之说法，安乐利益一切天人，人中修行得此神通。”时诸年少白佛言：“世尊，愿说如此光明因缘。”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善男子，汝见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否？”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我有少疑，欲问如来，愿佛听取。”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善男子，
随如意问，当为汝说，令汝欢喜。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之事，当为汝说。要上白佛言：世尊，我见如来有八万四千天子，围绕恭敬；复有八万四千菩萨，亦围绕恭敬；又见万二千亿诸龙围绕恭敬；复有万八千亿天神等围绕恭敬；复有二万五千亿诸恶鬼围绕。世尊，何因缘故有此众集？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善男子，在此众集未欲听法。要上，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今日当得住于实地，住实地已得离烦恼，得即灭佛法。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此诸众生杂业所生，如来云何尽此众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善男子，汝今谛听，当为汝说。要上，此诸众生愚痴无智，不知解脱在于何处，多有年少诸众生等，今日当得法陀罗尼，得知一切法，得于实地，至实地已能作佛事，能转法轮，欲于法语，少无上佛法，安乐众生，天龙阿修罗乾闼婆恶鬼等，闻法欢喜，皆住实地，及大法鼓，吹大法锣，此年少等勤修行故，得此实地，今所得法如十方佛。尔时，五千年少众生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此身为重担，大可不畏，不知道已非道，我等犹如盲民之人，愿佛怜悯。我等劝请世尊，愿佛说法，我等身无智慧，不知法要，愿世尊为我等说法，令得远离生死之苦，所生之处愿见佛身。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与诸年少众生言：汝等时已，然后为汝演说正法。是诸年少欲要上言：我不是汝，汝为是谁？色相即灭，离三恶道不？如汝身相，离诸恶法，见汝掌中七宝庄严，身服宝缨，以功德具。我不知汝是何等人，我等不虚食，亦不虚饮，以食入身，甚可增物，变成屎尿，作血肉精皮。是故我等不虚食饮，不虚一切细软衣服，不虚臂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皆所不欲，以无常故。我等亦不顾惜生命，为离恶道，我等求于法师，为安乐天人，为求善知识，不求转轮圣王，以转轮王虽主四方，不免磨灭，男女妻子不能随从，所有七宝亦不逐去，无量人众亦不随去，于四天下无复自在，一生为王，多见无常，作恶业故，多教唤地狱。七宝自在，有四千下，尽何所在？仁者，且听我等所说。苏至佛所，佛观一切，引之如子。我等无父无母无兄弟亲族，一切皆无。佛为我父，如来是母，佛如日月，是人善道，于生死中能救众生，令不复生，诸烦恼何甚可怖畏？众生在中，烦恼飘溺，如来救之，令不复入。世尊怜悯，会说正法，是人无上菩提之处。
我等不贪饮食，不欲世间富贵，不愿升天，不畏堕恶道，得人生矣。愿见世尊，众生短寿，流转无常，以恶业故，贪着五欲，不觉死至，知死必至，亦不怖畏，不念生灭，不知戏法，不修戏业，不知即灭界，无名复心，生以归死，死以复生，心亦不生厌离之想，长夜受苦，鞭挞抓打，不生厌离，但起劫夺，受欲服苦，五福所系，本恶业故，命是欲灭，悲戚而言，谁救济我？一切悉与金银杂宝，身为奴仆，一切作使，我悉能为。王位自在，我悉不欲，不须财物，但求活命。如是仁者，我等不须饮食。诸王自在，实则上位，会归于死。天时甘露，亦归磨灭。种种百味，王所贪着，求食则无，饮食等味，我等不须。我等求闻正法，令得离苦，愿离爱福，诸劫烦恼，皈依世尊，愿离诸福。我等敬礼大仙、世尊，为诸众生。未知仁者名字何等？愿自说之。要上菩提萨多言：世界广博，众生名字宁可敬之。诸年少言：我等愿知仁者名字、甚深名字，愿为宣说。要上答言：我名要上，治众生病，药中最上。我今为汝等说，令离诸病，灭除一切世界病苦。世间贪为大病，能除灭之，称为大病。无智众生流转地狱、畜生、恶鬼，痴为大病，众生受苦，皆能灭除。诸年少言：闻此妙法，离诸苦难，凡夫无智，受诸苦恼。闻此净法，离诸恶业，离恶业故，无恶道位，速见如来，救一切病，医王施药，了治众苦。仁者，速去礼敬如来，以我等语向世尊说。世尊能除我等之病，灭烦恼火，欲火烧身，不能灭除，我等疾苦，愿佛怜悯。身为重担，甚可怖畏，三毒所压，不可得胜，去来常担，不能远离，不知死至，不生筋骨，不知解脱道，亦不知是解脱者，以愚痴意，自谓不死，见父母死，犹不生怖，诸业烦恼浊乱其心，受诸苦恼，云何而食？我等无名不心，有如是苦，大不重担，想行即受，痴爱无智，流转诸有，世间妄生，不是解脱。世人愚痴，欲与相汤，意以上浮，食以上味，耳听乐音，种种赐予，种种好色，药欲观之，一切好味，舌求贪食，细软之处，身欲着之，二身和合，持心未乐，此身玩痴，何处有乐？着好履席，衣服饮食，无如之何？临终困滞，无有能救，自不能救，衣不之具，岂能救济？身在世间，持诸相马，常作恶业，不求解脱，自作教人，不知后报。我等前死有生，今生有死，忧悲苦恼。我具见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丧亡，悲哀忧愁苦恼，皆悉见之，诸行皆空。智者云何而生乐着？不求即灭法，不求离生死法，
以贪负心，身在世时不省布施，一切过中不过贪心，着于施法，多作有行，不知修习禅定解脱之道，不知发大誓愿成无上道。佛是父母，佛是是解脱道者，能欲利益众生愚痴，众生不知护法，发心愿求无上菩提，名为护法。一切行空，财物亦空，若观我空，不复受身。愿仁者怜悯，以我等语具向佛说，为诸菩提萨多故，诸菩萨法不应懈怠，勤修精进，舍恶行善。仁者，为我往至佛所，礼敬如来，作如是言：世尊知一切法，悉无有疑，恶魔眷属，佛已调伏。如来已能燃大法具，令众得乐。如是之法，能成佛者，我等未闻。仁者，速往佛所，为我等故。我等不见如来，犹未得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见此身已，然后得度。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欲诸年少，汝观上方有何等相？诸人闻已，观上方见五百化佛，又见三千大台七宝严饰，七宝罗网已覆其上，如莲花叶出种种香。是诸众生问药上言：此诸花座是何等相？药上答言：此是汝座，速至佛所，礼敬如来。诸年少言：我等不知所行之路，不见如来，执意何方礼敬如来？药上告言：汝但礼敬如来世尊，如虚空城无有住处，如来亦如是。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三千世界为成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不知所在。十方诸菩提萨多但遥礼敬。诸年少言：愿人慈恩满我所愿，心欲见佛，清净礼敬。药上告言：如来不求香花，为众生作因，令离生死，恶魔眷属不共争论。皈依佛者，不入死门，速得法陀罗尼，发尽心愿，即得见佛。尔时世尊以迦林频伽音悉然微笑，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下至十八地狱，上至阿迦尼乍天，其光杂色，青黄赤白玻璃等色，如是等光从面门出，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与思光者，一切众生皆得安乐。照世界已，还至佛所，绕佛七匝，从佛顶入。尔时，要上菩提萨多从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欲少问，若佛听者，乃敢发言。尔时世尊告要上言：善男子，随汝所问，如来为汝分别解说，令汝欢喜。要上白佛言：世尊，此三万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愿为说之。佛告要上：善男子，若闻如来身妙法者，当觉诸法得具足一切功德，日即得住于实地，能及大法鼓，见大法床。要上：汝见如是大台否耶？要上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告要上：此诸年少今日得坐此台，证一切法，满足一切善根之法，今日当得及大法鼓，无量天人得闻法已，悉得利益；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得被恶道。说此语时，
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要上闻此法者，得离一切苦，具一切善法。要上一切皆能成就佛身。要上汝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多。尔时，要上即观四方，见东方界五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南方界六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西方界七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北方界八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下方界九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上方界百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道已皆于佛前，在一面住。要上白佛言：世尊，于虚空中见黑色、黄色，是何等相？佛告要上：汝不知耶？要上白佛：唯佛如来能一切知。佛告要上：此时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要上，汝欲见否？要上白佛言：世尊，我欲见之。佛令要上即见恶魔。要上见已，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恶魔至此？佛告要上：魔欲乱此法座。要上白佛言：世尊，此诸菩提萨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要上，汝见此诸菩提萨多种种形色、种种相貌、种种力否？要上白佛言：世尊，唯然，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尔时世尊说此法已，一切勇菩萨、要上菩萨、一切老少众生、一切天人世间、阿修罗、乾闼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僧伽乍惊。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皮草被人类视为一种保暖的工具，然而这个对人们御寒来说可有可无的工具，却是动物维系生命以及保暖的唯一皮毛。慨叹的是，人们为夺取皮草而令森林历经痛彻心扉，饱受皮肉分离之苦的苦行，至今仍没有一条法律为他们发声。善待动物组织成员深入调查皮草养殖场，发现现场满布尿液、粪便、鲜血及曝晒在阳光下的皮毛，各种混合的恶臭令人却步。养殖场就像是动物的集中营，它们的出生至死亡都被困在无法转身的狭小铁笼中，排泄物在铁笼下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奇臭无比。皮草养殖场里的狐狸、雕、兔子和其他动物终身被囚禁在笼子里，每日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除了目睹同类惨死之外，狭小的囚禁空间使他们倍感压迫和焦虑。他们会在笼中不停地来回踱步，其中有些动物甚至因为过分焦虑而患上精神疾病，咬断自己的四肢，或反复用身体冲撞关着他们的笼子，日复一日，直到被选上的那一天。在他们处于弱势的现今，
没有一个法律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益。在皮肉分离的酷刑将来临之际，除了无助还是无助，所有行刑过程也让旁观者寒毛直竖。他们无助地被拖出铁笼，打昏与电击，电击瞬间所传送出电流直抵动物的心脏，使受害动物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经历心脏病发作般的剧痛。设于香港的皮草公司拥有的皮草养殖场遍布中国，经营者可以任意饲养屠宰，当这些动物被活生生剥皮的时候仍有知觉，甚至会喘气和眨眼，他们全身颤抖，睁眼无助地看着这一切。这种残忍的屠宰方法使动物在死前仍需不断抽搐长达十分钟之久才死去。随着时代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生命发声。香港艺人孙耀威以最痛无声为名，用歌声让受苦的生灵被了解和看见。你往日赤子之心早消失吗？无论有家无家，你爱惜的生命却偏偏因你才腐化。人忙于伤害别人，真的被猫狗讲究慈悲吗？谁又会麻木到喜欢将优美的厮守放进家？无论有价无价，你爱惜的生命却因你而腐化，谁会麻木到喜欢将优美的尸体放进家？此曲句句发人省思，他们的遭遇需要更多人挺身阻止暴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